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咱要对十五节读到十七节，搁对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百姓在仰望的是众人的心内的议论。约翰检猜是基督，弥赛亚。约翰应众人讲：“我用水甲恁行洗嘞。”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关联的要来，就那偷伊的下大，我也未堪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伊的手提簸箕，要将伊迄张一斤簸收买入伊的仓。若是未香，就用未花的火烧伊。正百姓已经受洗了，耶稣也已经受洗了，祈祷的是天开。圣神降临在伊的顶面，形状亲像星啊，佮对天有声讲：“你是我听的囝，我欢喜你。”以上是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耶稣和约翰洗礼是一件学者所公认绝对有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为甚物学者敢安尼讲？因为初代教会无任何的理由通发明耶稣和约翰洗礼的故事，初代教会无任何理由来编造这个故事。伊若无发生，初代教会未发明这个故事，所以一定发生。是安怎？因为耶稣和约翰洗礼呢，照当时犹太人的理解。这代表耶稣捌军队过约翰，捌做过伊学生。所以我若是福音书的作者吼，我绝对无爱提起这件代志，因为我无希望后来的基督徒会认为，好，耶稣捌予约翰洗礼，啊，约翰是老师，耶稣是学生，所以代表约翰比耶稣较大。我无爱后来的基督徒，若听到这个故事，看到我记载这个故事，因会安尼认为，讲耶稣，佮有一个比耶稣较大迄个人叫做约翰。所以这件代志，我若是福音书的作者，我绝对无爱记。今仔日福音书既然会记，照讲伊应该无啥要想要记，既然会提起记载这样代志。这绝对代表说这件事是一个事实的，所以所有的神学学者都说这件事绝对发生过，耶稣绝对捌予约翰洗礼，所以就是因为耶稣自己捌受洗，后来教会就将洗礼当作军队耶稣，当作个别人的信仰，当作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不过虽然是这样，所有的教会都总有这个洗礼，不过教会对怎样举行洗礼有无相同的看法？我想大家人可能拢知影吼、一般教会咧举行洗礼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滴水礼、用水滴伫头壳，亲像话你教会，亲像长老会吼，拢用滴水礼。也毋过一种是浸落一个水池啊内底，浸信会。他们就采用这种，这叫做浸水礼、滴水礼、浸水礼，像至少有这两种方法。有一次一个卫理公会牧师跟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们在辩论、对一种洗礼方式较对。卫理公会的牧师、他们是我们知道、是用滴水礼，他就问浸信会的牧师、他们用浸的、你说你说这个洗礼只有对滴水不够，一定要浸水。这样我要问你，请问要浸多少水？浸到腰敢有够？浸信会牧师回答说浸到腰不够。我你说会牧师跟问，他说这样浸到肩胛头敢有够？浸信会牧师再回答，浸到肩胛头也不够。不然就要浸到对才有够。浸信会牧师说就要浸到头，就要浸到头才有够。为你公会牧师说，浸到头才有够，这样代表我们所在做的也没不对啊。你也承认说就要头有摸到水才有算洗礼，
所以阮话你讲话，阮就直接从水底里头啊。这当然是一个故事啦，吼、哦。毋过我直接讲，滴水类、浸水类拢是适当的洗礼，吼、哦。无迄种一种比另外一种较好，啊是只有一种才对，另外一种毋对的问题吼，无、哦、即种问题吼，无、哦、需要用这来辩论。你要用啥物种方法来洗礼拢会使。洗礼较重要的是伊个意义，毋、哦、是伊举行的方式。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洗礼的三个意义。我称呼伊是洗礼的三个心吼。哦我用伊个讲道讲洗礼三个味吼，我台语要讲三个心吼，心点点的心吼，主要是要讲洗礼带予咱的三个心的改变。我感觉这三个心吼，啊，心的改变吼，这是洗礼的意义。这比用啥物种方法洗礼较重要。第一个心是洗礼带予咱新的身份吼 ，new identity 新的身份。我虽然毋捌调查过啦吼，不过我相信，若会做即，可能有真侪人想要改变伊的身份。我知影讲有真侪人想要搬去一个新的所在，换一个新的名，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吼。啊，从过去吼，迄、哦那个人啊，像拢放伫后壁安尼吼，开始一个新诶名、新诶所在、新诶人生安尼，哪会当？有足侪人可能想要安尼做。啊，要做即种代志诶人，有诶是要吼刀劈，可比讲吼、哦，有迄种太太吼，伊、哦、诶丈夫有迄个暴力诶倾向，啊，无法度人迄个威胁讲要甲刣，要甲安怎？所以就要去走去一个所在避，吼、哦，伊找袂着，吼、哦，啊，上至少是，吼、哦，若会当换一个名，佫较好，吼、哦，永远拢无法度通找着。啊，话当然是要刀劈即个黑道的仇人的追杀，吼、哦，所以需要一个新的身份。过下即鸟仔所在，伫美国杜飞，杜飞啦，吼、哦，伫美国。除非你有美国的司法部，美国司法部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Witness Protection， 这是专门来保护迄种吼，伫法庭内底，你去作证、出庭作证，啊，提告吼一个大歹人吼判罪，啊，毋过你惊讲，哎，吼，迄个黑道大歹人吼，伊有伊的下骹手吼，会来找你。吼、哦，算数吼、哦，你既然去作证吼，伊才互定罪，所以有一个 witness program 吼、哦、，protection 的 program 保护即个证人吼、哦，所以伊你若提出要求吼、哦，这司法部会当互你一个新的身份，吼、哦，互你一个新的名、新的 ID、新的 social security 吼、哦，除非你是符合即个司法部的 witness protection 的条件，啊，若无伫美国，你无合法的方法。哦，通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啦。有啦，有人做过，毋过迄拢非法的。哦，像讲去买一个啥物，买一个出生证明新的吼，还是去，去啥物殡仪馆哦，有一个人死去，你去买通啥物货，来取代迄个已经死去的人，迄拢是非法的。哦，那合法的只有是司法部才能做，所以伫美国。你要得到一个新 new identity 哦，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洗礼哦，奇妙的所在就是伊予洗礼的人上简单的方法，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每一个洗礼的人拢得到一个 new identity。这个新的身份是啥呢？就是耶稣受洗的时，上帝对天顶有声甲伊讲。就是咧，予伊一个新的身份，迄、个身份就是你是上帝，你是我所疼、所欢喜，的囝，这就是新的身份。Beloved Son of God，咱每一个受洗礼的人，拢得到这个新的身份，正做上帝所疼、所欢喜的囝儿甲查某囝。咱每一个人拢变作一个小的基督，吼 ，Little Christ。咱每一个人拢用这个身份，会当甲咱所无爱、
咱所无爱重复的过去来切断。过去不管你是一个什么种的人，不管你是一个大外派的人，咱讲安尼好啊。迄个身份，你今仔日既然真做上帝所听所欢喜，会今日查某囝，迄个过去拢会当放伫后壁，上帝拢会当无甲你计较。这是一个新的身份，你毋免去买一个啥物 ID， 你毋免啥货，通过洗礼，你就得到这个身份，是上帝所给你的。这是第一个新，第二个新是新的使命。咱得到咱洗礼了后，每一个人拢有代志爱做，新的使命 ，New Mission。我真钦仰的一个牧师啊，是伟大的讲道者，叫做 Fred Credo。伊是 Tennessee 的人，伊迄阵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伊捌伫一间 Tennessee 东部的一间细间的教会，伫遐咧实习啊，甚至啊伫遐学习要安怎做牧师啊。迄是一间迄、那个所在叫做 Anderson County 一间细细间，啊，毋过起了非常水的一间教会。照伊所讲，讲遐个人看起来嘛拢袂歹啊，会友拢袂歹啊，吼。毋过无偌久吼，即、這个 Credo 到遐无偌久吼，伊就发现，即、這个 Anderson County 迄阵即个州政府伫遐有开始一个真大的建设的工程，叫做 Oak Ridge 的所在吼，一个大的工程，请足侪工人，所以即个 Anderson County 吼无够额的劳工通做即个代志，所以对外口吼，对别州、对别个 county 吼，反正就是有招募足侪工人来做即个 project， 所以即个细细的所在吼，就是即间教会。这间教会的周围忽然间吼增加非常侪人，但过这个 Fred Credo 伊发现，即个来做工的人吼，拢无人来到这间教会，所以有一日，伊就召开这个 Church Council 教会的会议行政委员会，伊就讲，咱这小镇有非常侪吼来遮。来做工的人，这个 project 吼，唔是几个月就会了，可能要做一两年，两三年。是安怎，这个人拢无来到咱的教会呢？非常侪人啊，咱应该要去 reach out 咱来去招这个人来咱的教会。想袂到这个教会的主席church council council chair 甲讲，I don't think so. They would not fit in here.你讲无，我想咱无需要去招这人，因袂合啦，甲咱教会袂合。Recordo 吼，袂当理解是安怎教会主席安尼回答，伊就搁再一摆吼，伊讲，按古这人嘛需要福音啊，咱拢需要传福音给因啊。这个 Church Council 搁再一摆讲 ，Oh no, I don't think so。传福音也当去别位啊，不过这人无下咱的教会啊，甚至伫过当礼拜日啊，这个教会开一个 Church Council Meeting， 伫迄个 Meeting 内底吼，因惊这个牧师去招这人来讲这个 Meeting 吼，伫 Meeting 内底因通过一个通过一条法案，讲 Members will be admitted to this church only from families who own property in Anderson County. 伊讲要做咱教会的 member 啊，得爱是遮个人哦，伫咱的 Anderson County 有买厝的人才会使。遐来做临时工的，无伫咱遮买厝，毋是住伫遮的人哦，咱拢无要欢迎伊来咱的教会。Fred Credo 非常的失望，无偌久伊就毕业离开这间教会。几年后 ，Fred Credo 伊阁再有一摆，甲伊个太太回去到这个 Tennessee， 伊就
甲因太太讲，我以前做学生诶时吼，捌伫对吼，一间细间诶教会，我带你来看。结果塞车塞塞吼，去找着即间教会。外观了阁是非常诶水，甲以前拢是相吼，擦白色诶安尼吼，足水诶一间礼拜堂。啊，我问题行较近甲看，教会诶招牌吼，变做 Barbecue Chicken Ribs and Pork。变做一间餐厅啦，咧卖 barbecue chicken 哦，ribs and pork。啊，入去甲看，内底吼，内底迄落诶设备吼，甲以前诶教会拢相像。所以伫内底食饭诶吼，是坐伫迄种礼拜诶椅啊，吼。啊，当然毋是无摆甲遐甜吼，啊，毋过基本上是以前诶 pew 迄种 bench 吼。就是礼拜在坐迄种长条形的迄种椅啊，坐伫迄种椅啊咧食饭哦。所以内底的装饰，拢甲以前的教会拢差不多。也毋过已经毋是教会。Brad Cradock 甲因太太讲：“You know what? I'm glad that it is no longer a church.” Brad Cradock 甲伊的太太讲。其实我真欢喜，讲这间已经不是教会呢，因为这间教会无欢迎这些人。伊讲，你看这伫内底咧食饭的这些人，这些人会穿短裤，会穿牛仔裤，加到几啊空呢？这些人以前这间教会拢无欢迎，啊，毋过今仔日你看坐甲甜甜甜。教会若无要欢迎这些人，我宁可这间教会变做餐厅，想至少这些人会来。我现在我讲这个故事是要讲啥？耶稣接受洗礼了后，伊就开始伊传福音的事工。New mission， 咱每一个受洗礼的人，咱嘛都爱投入一个新的使命。教会无啥物特别的新的使命，从古早到即阵拢相像。你爱将这个洗礼的意义。所得到的福音，所得到耶稣基督的听，爱将这个去分予别人，特别爱去分予遐个分享予遐个无 fit in 的人。教会若要近亲繁殖，拢伫同温层内底，伫遐在选哦 screen 哦，啥物人才会使来，啥物人我无欢迎你来哦，安尼教会早一日就会死。Fred Credo 讲安尼。归去变做别种物件，佫较好。上至少遐个人拢会来，这是第二个新的使命。第三个新，最后一个新是新的能力 ，new ability。我要佫再讲一个故事，有一个 multi-millionaire 唔是百万富翁啊，是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有一摆伫伊个大厝吼，举办一个足高级个 party， 即个特别个所在吼，伊着带人去看伊个游泳池啊，伊个厝内底有一个游泳池，迄个游泳池足特别啥呢？内底饲鲨鱼个，饲迄个食人鱼啊，游泳池内底饲鲨鱼，饲 sharks 吼，饲即个迄落食人鱼 Amazon 吼，亚马逊河迄种食人鱼哦，迄足恐怖吼。啊，当然，你看了知影，迄是危险吼，危险迄个游泳池内底吼，足危险。啊，伊带人去看吼，伊做一个宣布，那亿万富翁做一个宣布，伊讲啥物人若敢跳落即个游泳池？对迄这边收到迄边哦，安尼收哈，对遮跳落去收到迄边哦，啊起来哦，无代志个，有即个勇气个人哦，我有三项互你敬。第一，我会当互你一栋伫山顶个别庄哦，真水个厝。第二，你嘛会当敬哦，你甲你所爱个人两个人会当去环游世界，我拢甲你出，拢甲你 cover。第三，你若要，你会当选，诚做我的 business partner。
就是讲我会当互你吼、哦、做我诶吼即个事业诶伙伴吼、哦，三项互你敬，对遮跳落收到迄边吼，山顶一栋足好诶厝，环游世界两个人，也是正做我诶事业吼诶谈判。伊拄讲了尔吼，伊、哦、想讲这可能无人敢吧吼、哦，所以开即种条件。无拍算，伊拄啊讲了，就听到噗扑通一声，有人跳落水。我阿哥甲看较详细，哦，迄、那个人吼收甲足紧的，足紧的，哦，足出啊安尼去收吼，一个啊就收甲对边吼、哦、对面岸，我、哦、阿、啊、就跳起啊，吼、哦、就飞起啊，无代志吼。内、哦、底有鲨鱼，有食人鱼，啊，毋过伊就安尼，拄啊怎安尼冲去安尼，吼、哦，阿、啊、就飞起来。哦，伊足 amaze 哦，即、這个亿万富翁吼，随、哦、时就甲讲。哦，我唔知影，竟然有人遮勇敢。安尼吼，我讲话算话，我拄则讲的三个条件，吼、哦，三个迄落奖品你，你要拣对一个。吼、哦，第一、第二、第三。结果即个人是一个青年人，吼、哦，伊讲吼，我暂时无要拣，吼、哦，暂时无咧想迄个代志。我只有心内现在只有爱知影讲。拄则是对一个夭寿的人，将我塞落地下内底，有人甲我塞落啊！我不安尼收袂使，无肯收起袂使。各位兄弟，我伫遮来讲，你若接受耶稣基督，来接受即个洗礼，你袂当得到山顶的一间厝，你也袂当得到环游世界两人份。cover 所有的机票，所有的价钱用，你嘛无法度人正做亿万富翁诶事业诶谈判啦，哦，这三项你拢得袂着，毋过你会得着一种能力，新诶能力你过去无诶，啥物能力？就是伫人生诶游泳池，哦，甚至会当讲人生诶大海啦，哦，毋过咱暂时甲讲人生诶游泳池好无？人生的游泳池内底有足济个鲨鱼，有足济个食人鱼，有足济个危险个物件伫即个人生的游泳池内底。毋过你会得到一个能力，你会得到一个勇气，对即头收到迄头，你会得到即种勇气，你会敢伫即个人生的挑战内底。充满危险的挑战，有真多要吞食你的危险。不过你敢勇敢对这边收到那边看，我咧讲的不是真正的游泳池，我咧讲的是人生。你会得到这种能力，你袂当得到三种啥物好康的物件，不过你会得到能力，通让你面对人生所有的挑战。所以我搁再重复一摆，三个身，新的身份。真做上帝所听的囝儿查某囝，新的 mission， 新的使命，你会去招万百姓来甲你有份做上帝所听的囝儿查某囝。第三，你会得到新的能力，帮助你会当度过这个困难的一生，让你不管遇到什么种的危险艰难，不管是病痛。不管是工作，不管是人生任何的挑战，你有迄个能力，你有迄个勇气，你有迄个平安伫你的心内。New identity, new mission, new ability， 通过洗礼，你会当得到。所以滴水、浸水类，迄拢无重要。你若知影洗礼对你来讲，你会得到新的身份、新的使命、新的能力，这就是你所需要知的。啊，知影这就够。咱三个阿头来记得，主必听上帝感谢你，洗礼是所有的教会所举行的圣礼内底头起头的一个圣礼。通过这个，我进入一个新的身份，我得到一个新的使命。我相信，
我也会当运用新的能力。我的中间有真侪人已经有接受这个洗礼，有助力搁再一摆提醒，因这三个心，唔好将这三个心拢放下，无得使用。我的中间一定嘛有人也未得到这三个心，有助力感动因。因为人生有真多的事，我需要放下过去，有新的心开始，新的生活，新的身份。我有需要去有一个有任务、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我有一个新的使命。不是每一日拢只有吃三顿的过日，不过更加重要，我有需要一个新的能力。通帮助我们面对人生所有的挑战，为着这三项，求主你帮助在我们中间还未受洗礼的人，会认真来考虑新的身份、新的使命、新的能力，是不是对来讲是重要的代志？求主你感动因，我安尼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